过来，过来！干啥呀？你干啥去？我这要我能干啥去？我上厕所呗。不是，上厕所收费？那不写的公共厕所还收费呀？不收费我吃啥呀？吃屎吃啥？不是你怎么说话的你？你就说咋地吧。你快！你这大岁数，你说啥事你都干。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？哎呀，这回我能走了吧？来来来来，回来！哎呀，不是我问你，我问你，解大手还是解小手啊？你看我这都憋不住了，这一定是捂的解大的吧？我就看出来是解大手。<笑>我这在这坐了这么多年，进进出出的，有大手有小手，你说我能看不出来吗？是不是？大爷，你讲话短说，憋不住了。不是，来来来，解大手，五块。<笑> 不是你这老头，你咋还坐地起价呢？那玩意儿啊！什么叫坐地起价？人就这个价，从来就没起过。来来来来来，五块。哎呦我的妈！上个厕所造啥孽了？真是。来来来，哎，回回回，你老着什么急呀你？不是我问你，要纸吗？我真没带。 拿手抠啊！拿手抠啊！那多恶心呐！不是，那你看你不拿纸，那这个便宜，这一块，那嘎达也不够用。这五块，那这……别磨叽了，给！哎呀！ 你怨着我吗？你这么大人了，你说你往裤兜里拉，真没出息！你这背心的老头！哎，别！哎，给完钱还带往回要的吗？我也没让你说我。不是怎么这样呢？<笑>